人称人体平衡魔术师的张志俊先生，自嘲太极贤人，为已故陈氏太极拳一代宗师陈兆奎先生嫡传弟子。他天资聪慧，勤奋过人，习拳三年已有大成，创下了以他为首的镇州三张名头。30年来，他以对太极拳敏锐的洞察力和独特的见解，不但对古老的太极拳拳法拳论做了科学的诠释，而且结合现代科学理论和手法，首次提出了烧结领劲、两头卷曲的新理论，对现代太极拳哲理和功法做出了卓著的创新和发展，给拳统太极拳赋予了新的生命力。烧结领劲入妙境，两头卷曲定乾坤，逢力必蓬，逢蓬必缠，逢缠必转，逢转必沉，公转运若轴，自转方圆生，相随勿往动，三结自分清，移动先走手，走手必炸肘，前炸加蓬劲，后炸腋下空。2001年美国国际武术节期间，张志俊先生演讲带示范，以名家的身份为大会做了太极拳技击讲座。武术界同仁称，张志俊先生揭开了陈氏太极拳神秘的面纱，展示了四两拨千斤的神韵，出神入化，以真乱假，引静落空，舍己从人的精湛技法，震惊了武术界同仁。他的功夫已达不思而得、不勉而终的境界。太极拳练功者千千万万，成熟者一人两人。这一古老的传说主要由于理论不明、方法错误，以玄解玄。在张志俊先生理论指导下，遵从烧结领劲、两头卷曲的训练方法，任何人只要悉心研练，定可打破常规，短时间内皆可达到很高的境界。张鹏号称过山猛虎，13岁从父习练太极拳，精通散手拳击，在拳武比赛中多次取得优异成绩。他的太极拳势若雷霆万钧，迅雷不及掩耳，如江河波涛，汹涌澎湃而不可驾驭。本套教学片由张志俊先生主讲，张鹏先生演示，展示张先生的实践理论功法，旨在正确引导各位太极拳爱好者早日步入太极拳搏击的殿堂。